Camtasia Studio 新的 8.0 版本强化了录影的功能，这是旧的 7.0 版，录制电玩游戏的时候会有 lag 顿格的情况，而这是 8.0 的新版本，录制荧幕变得非常的顺畅，而且新版的录音档案只有旧版容量的四分之一而已，等于是少了 75% 的档案大小，但是画面品质就更好。透过电脑镜头可以录制演讲者的实况与电脑画面同步，让讲师如临现场授课，增加临场感。输出影片精灵变得更加聪明了，你可以选择制定的尺寸，或者使用 MP4 的预设格式，或直接输出到 YouTube， 让手机和电脑荧幕平板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，再自行命名输出的档案名称和储存位置即可。接下来的移除背景色是好莱坞的必备特效哦。选择你想要去除的背景色，再移除不要的区域，就可以将您的人像和简报的背景融为一体。而且这一点也不困难，只要让背景的颜色单纯就可以了，再配上适当的灯光来源，摇身一变，您就是一位专业的记者或讲师哦。最新的媒体资料库更加的丰富了，媒体资料库里面内建了数十个免费的音乐和影片档案，这些媒体资料库更加丰富了您的简报内容，展现了极致的专业，搭配各式各样的图块工具，让您的影片更加的活泼，您就像一个导演，充分展现整个影片内容所要表达的理念，透过您的努力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看见。心动了吗？马上行动吧。